你的油脂先炸过的，你看。呢啲天气依然系坐喺街边整个呢个羊肉煲。今天的快乐是羊肉给的，是羊肉给的，一啲都唔馊。但是我喜欢吃馊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家好啊，广州恢复堂食后的第一餐，趁着这两日冻到缩的天气，今日就带大家感受一下广东人御寒歌友的仪式感。废话少讲， Let's go, let's go。好啦，整整一个月，我哋三个终于有合体啦。啱好又遇上最近急速降温，今晚一于系我哋呢个广东人熟悉嘅操作，打个羊肉煲充充电。我哋一齐把镜头45度，1、2、3，就是那一家啦。到啦到啦到啦，大香你 ，Let's go Let's go， 三位，好咯，呢个位靓啲，刚好可以把这里的全景拍完。要的就是这种氛围，依种天气坐喺外边食羊肉煲，呢啲先叫滋味啊！必须。要整个羊腩煲先噶啦，羊腩羊肉饼，你要边个部位？一半一半噶，咁咪一半一半咯。三个人，你觉得应该几多斤啊？点住一斤粉先啦。半斤羊腩，一斤羊肉咯。炸腐竹，攞嚟羊杂，冬瓜萝卜啱唔啱？冬瓜可以啊。有糖蒿有生菜，糖蒿咯，咁仲要点啲咩啊？你觉得面筋要唔要？都 fit 喎，面筋，面筋啦，面筋啦，包大蒜，食完个口好臭喎，唔臭啊，啱啦啱啦，唔邋遢，撒一撒佢啦。你今日唔够食咧，就有咩华丰面咧？最后上啦，华丰面嗰度啊，只羊喺嗰度啊，系啊，我影。带大家去看下那只羊先。你的油脂是，它是先炸过的，你看还没煮熟，也能闻到羊的香味。啊，要我哋噶，要我哋噶，要啊要啊要啊。你听到未啊？用眼好野新鲜。现场烤炭炉，哇！依度暖啊，依度暖啊。就是你那边那桌是吃羊的对吧？对啊。太冷了。你这个工作舒服哦，这个天气。这个包很关键，我跟你讲。可以看吗？看一下，清汤底。第一个应该是海鲜酱加腐鱼，吃羊肉一定要加这个豆腐乳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啊！哦，一个杀菌羊杂。干，冬瓜冬瓜，这个，来，直接放了直接放了，它刚刚炒好了，一滴色水，我看它这颜色绝了，嗯，俾你感受下先，好了，一阵滚起身再睇多次，哎呀，有咩配菜其实都唔使睇啦，必须有嘅面筋，必须有嘅炸腐竹，今日唔食牛杂，我哋食羊杂，呢个叫羊肝，边系羊肾，呢啲应该都系肚啦，呢条肠咯，得啦系嘛。未等得大起，等大系啦，未得食咗个炸糊，实在等不及了，一起物理加速一下，终于可以了。三二一，耶！等一下，先别急，先推个长镜，今晚 feel 一 feel 呢煲羊腩拼羊肉先，这一包一定值得多个细节。来睇下啲汤，你刚刚是清汤，你看一啖汤 feel 一羹捞啲面，羊腩食完真系衫都唔使着，唔中意食肥嘅唔紧要，我哋仲有羊肉，再推近啲俾你 feel 一 feel 啲肉质先。依啲天气依然系坐喺街边整个呢个羊肉煲，今天的快乐是羊肉，是羊肉给的。嚟，冇，食佢。今天的台词没有台词，停啊！嚟，今次整个肥嘅羊腩，一啲都唔馊。是，沾满汤汁。吸满汤汁的面筋，今日呢个光盘行动呢，遮一遮先，食晒啲肉当成功啊！其实都唔使总结今日呢个味道啦。呢三个帽子就系对今日呢餐嘅味道嘅评价啦。佢基本上每嚿羊肉都系肉，好少会斩到骨头俾你嘅，所以食起身咧非常之满足，一嚿接一嚿，我觉得系可以嘅。睇下几钱，靓仔埋单，要你落嚟度抢啊！系啊，我嚟，嗰边，我实唔系啊，520。好啦，撇。好啦，今日呢餐係528，人均大概170左右，同佢网上讲嘅人均价钱差唔多，属于稍微偏贵少少㗎啦。如果係大家追求味道嘅话，贵啲都可以接受到嘅。呢一档大家可以选择过嚟试一试。久违嘅第一次入体分享，走到呢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